闽南话，微笑应该怎样讲？怎样写？闷闷啊笑，示意微笑浅笑。一般闷闷啊笑。他总是微微笑着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